哪一个比较好吃？哪一个比较好吃？这个小鱼干比较好吃啊 ！OK OK OK。怎样拍照美美？嗯，这样子拍照美美啊？哎呀，美美哈！好了，我们今天有两包零食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小鱼干。嗯，阿叔来吃零食喽！阿叔先吃哪一个？啊，是这个，哪一个？小鱼干，小鱼干 ，OK， 来，还没给。哇，这个你看，这样快吃剩这样少了。Thank you 啦。阿咪讲 sit 先 ，stay， 阿咪拍先，拍好先。小鱼干。好吃啊 ，Thank you 啊 ，OK，Thank you， 嗯 ，Let's try that。这样好吃啊，这个小鱼干，还要多一个吗？嗯，要的话我们要做 treat 的哈 ，OK， 来 ，Let's put down， 嗯 ，down， 等一下，我们给。要 stay 的哈 ，OK， 啊，你放手手 ，stay 哈 ，stay 啊 ，stay， 放手手，哎 ，stay again， 阿叔 ，stay， 哎 ，stay，stay，OK，、okay, 等一下哈，你放手手，嗯 ，OK， 等，来，等哈 ，one， two， three，OK，、okay, 一，哎呀，对呀，狗狗适合吃小鱼干吗？烘干并无添加任何调味料的小鱼干，对于大小型狗狗都可以安心食用。小型犬建议食用2-3条每天，大型犬建议食用2-5条每天。吃小鱼干有什么好处？深海小鱼干污染少，天然鲜甜味道， Omega 3 EPA DHA 等等营养，维护心肌和视网膜，提升消化能力，免疫功能，补充狗饼没有的营养元素。我现在吃这个，叮咚 ，OK， 阿叔 up， 来 sit， 不要这样全，不要这样全，拍不动你啊 ，sit， 阿叔 sit， 阿叔 sit， 亚麻 ，sit， sit。Thank you 啊，来 sit， 猜在哪一个手哈 ？OK， 还没放在手里面，你猜哪一个哈 ？OK， 是不是哦？是不是哦？你试一下。Oops， 没有哦。嘿，再来一个。嗯，哪个手？阿静。OK， good， sit。Okay, double high five. Yes, good girl. 哎呦，阿叔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吗？好吃讲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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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啊，来。Good girl. 嗯，那么。